准备战斗，咻咻咻咻！哇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孩子们的游乐场，我是丁爸爸，我是 Brian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魔幻陀螺，它有这一个是轮胎的，然后这个是好像一个战士的一个形状。那我们现在来给它打开吧。哇！打一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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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轰！打到我的脸。这是它的战斗轮盘呢，是金黄色的，浅浅的哦。然后这里还有两个轨道，难道是从这里冲上去震动吗？那这里面有什么？哇，它里面就空空啊，空空。我想说就一个这个东西呀。哎，它不用组装呢，鲨鱼形状的战斗机器人。哦，下面这个齿轮还会转转转哦。是。那另外这个红色的，这个是属于战士型的机器人。哦，战士型的魔幻陀螺之机甲战车。那现在由剑齿鲨对上翅影。那我们准备来给它扣。哇哦！哇哦！三战斗开始，喂喂，两个人在跳芭蕾舞，哈哈，被我打出去，呵，两个人在精彩的防守战，防守战，哈哈，原来这个可以这样转换过来，对啊，我知道，哦，转换过来，然后从这边发射就发射出去，准备，你看，发射前进。太弱了，连爬这一点小爬坡都爬不上去。三二一，战斗开始！超级鲨鱼攻击！哇，没有攻击到，还想逃到哪里去？你逃不了的。啊，好像两个都头晕了。啊，都停了呢。耶，我赢了！没想到你的居然还在走，还在走。三二一啊！三二一，战斗！滚！哈哈，这次被我防守住了。哎，依然是非常强劲的旋转。还在那里卖披萨。哎，老板，来个披萨吧。还拿披萨打人家，糟糕，蓝色又被打得倒在地上了。为什么都是蓝色输呢？好，三二一，战斗开始。两个人相亲相爱，好棒赛。最后被击倒，然后他还在那里拼命跨。你是要尿出来的吗？上面又在拼命跨，丢丢丢丢丢，这是什么招式啊？居然拼命跨获胜！这个实在是要研究一下，到底是怎么玩啊？为什么都是红色的获胜？这是蓝色的哈，他这个手啊很松动，有没有？随便一动一下，还蛮松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组玩具就帮大家开箱介绍玩到这边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。最后示范一个功能给大家听，你看哦，当它这样转动的时候，不。